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住在神户的雅雅，欢迎回到我的治愈系绘画频道。这次的视频想分享给大家一幅用5种颜色绘画的治愈系不透明水彩画。绘画过程很简单，就是用画笔打圈圈拉线线，最后再点点点就能完成哦。喜欢的小伙伴请转评赞以及关注我哦。